蓝正龙和周又廷结婚九年，竟在27日惊传离婚。两日前被《镜周刊》直击骑着 U-Bike 外出，一开始他们以为只是单纯夫妻约会，没想到两人竟是要到户政事务所办理离婚手续。之后更有两位的共同友人向周刊爆料，他们之间出了严重问题，表示这几年周又廷其实过得很不开心，蓝正龙一直忙着追逐他的导演梦想，两个小孩从怀孕到生及养育几乎是靠周又廷自己撑过其中的苦，加上蓝正龙晚上不回家还隐瞒行踪，让他无法谅解，一连串的事件让夫妻俩的不信任感持续扩大，进而冲击到夫妻关系。对于离婚一事，蓝正龙助理回应，艺人的私事部分公司不会过问，而周又廷日前则是在脸书写下，我们总是习惯把自己拥有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，等到你失去后才发现这世界上没有人该无条件理解你爱你，等你明白有时也太晚了，似乎是对离婚一事有感而发啊。Bye.